我在群儿里看见的，看见的时候我是下班回到家刚坐那，我这看一看挖出一个小孩，然后他孩子他爸打电话说孩子不见了，然后我冒着雨我都赶紧跑回来了。我们的孩子都成啥样了，都勾鸡蛙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群众用铁锨用手刨呢？那也是很快的，有这么多人多力量，到时候干的也快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要勾鸡蛙，把我们孩子挖的都不成人样了？